各位前辈、各位朋友，主办单位吩咐我来做这个分析报告了吼。啊，我感觉真荣幸吼。两年前的三月份，戴老师的以戴老师的纪念文集来这宣布我变粉丝特权。但是一开始呢，伫张老师出了一个顿不拉罢休的资料吼，这是在特意想丁金想出来的两个助理吼。陈秘书啊，两位陈秘书来建立吼。啊，从一开始呢，我搭一个编辑小组来个人，开始来进行这个编辑工作。啊，规过做个拜会吼，再为了咱决定讲咧出一个文册吼。啊，今年初咱将这个编号的资料，到当来予咱罗山的基金会，那来处理这个，比如讲拍字啊吼、校对、排版、设计啊，搁配图这等等的工作。啊，所以我等于是代表这个团队吼来做报告，无啥吗？我代表这个团队来做这个报告吼。啊，这个团队大家嘛知，其实就是过去张老师做领导的国史馆含五三年基金会这同事啦吼。啊，首先我要讲的就是讲这套册，头仔有讲过，差不多将近200万字吼，是归张老师以200，超过足多的文章来底算出来吼。另外，佮配合400-500张的相片啊，吼。那大家拢知，张老师伊所写的文章吼，伊拢会做上起码的整理吼，就亲像一个历史学家，伊对伊的文献、对伊的资料拢会做一寡记号。所以，其实阮编起来吼是真轻松啦。啊，但是我是咧想讲，张老师伊对家己出版的作品，伊若较认真来看待，比关心这个公众事务较认真的话吼。阮个会较好编吼，啊，这套册阮是按照张老师文章的性质来编的吼，总共分做五类啦吼。第一类是学术性的专论吼，总共有3册吼。啊，这个部分是要代表张老师伊上基本的身份，就是台湾史的研究者吼。那第二类呢是收集伊伫报纸、杂志等等所发表的一寡实论、政论吼，咱拢分做2册吼。那这主要是要交代伊这个社会运动者的这个角色吼，这真重要吼。那第三类是伊伫办专题一册吼，大家拢知这是伊生命的重心啦吼。那第四类呢，就是伊替当下的一寡书评、书序吼，头戴老师已经有介绍过啊吼。这个部分是要记录伊推展台湾史的研究甲教育的这部分的关心吼。那上尾啊第五类呢，是将伊其他重要文章捡起做一册吼。啊，这个部分是要表现伊作为一个台湾史的研究者，一个有主体性的记者，吼，一个政务官，啊，一个好朋友，一个家庭的翁婿吼，啊，一个老爸，一个台湾人，人格较特殊吼。啊，这款的变换基本上是考虑到张老师伊的角色、伊的身份，啊，甲伊所做的工作啦吼。咱知影张老师一直苦苦啊做吼，足少休困，啊，拼到上尾一口气，写遮尼侪文章，所以咱这套册分量真大啦吼，所以包含足侪主题甲议题。那总编辑戴老师含编辑小组真早就讨论决定讲，除了即个序文含戴老师一篇总论以外呢，咱阁邀请到张老师的好朋友、学生吼，包括詹素娟、林伟胜、徐化炎、陈翠莲、何玉玲、五位教授，阁我本人分别针对每一个主题来写篇引导的文章吼，啊，希望会当帮助。大家来，入来这套册的灵魂吼，来听张老师写作的一寡用心吼。我要强调就是讲，为什么第六册是以二八这个专题，颠倒无分，讲是专论、实论、政论，还是讲书评、书序这款文类来分的？而且咱这本册阁选择这个二八国家纪念馆来举办，大家上册读这本册吼。应该就知影这个，应该心内就有数，我免加解说啦吼。啊，另外就讲第九册吼，是一本真趣味、真特别的一册吼。
亲像何以老师伫导论所写诶吼，大家无妨先来读看卖啊。啊，当然你会当当时含别本册相关诶主题来交替来读吼。我先简单报告到遮啦吼，啊，等下跟戴老师当补充。但是吼，我另外要补充诶就是讲吼，两礼拜前我回蒙古刚倒来吼，啊，开始写一篇讲稿，因为我感觉一定我诶写我读未出来吼，我讲未出来吼。啊，迄写迄暝哦，我着碰着张老师吼、哦，啊，我看到伊就是穿着咱这套册吼，方便伊即束衫吼，啊，我着向向那个请过来吼、哦。啊，三工前吼，咱这个册都啊装订好啊，是印刷厂啊，有翕一张相片，我真欢喜啦。啊，我着将这个相片哦，迄个放伫 Facebook 吼、哦，放伫面册顶面吼。啊，结果迄个下晡我困倒，张老师佫走来我房中啊吼，啊，但是当然伊毋是来按赞啊，我是感觉讲伊那像，我看伊是册人安尼乌白写吼，那像无啥重视我的存在共款哦，就安尼感觉足自在啊吼。我毋知讲伊有到底有管理即套册无吼，我拢还佫想啦，但是我感觉讲伊那像。咱也够有淡薄仔好心的，阮感觉吼，这是一个，我要怎讲，就讲过去这两三年吼，迄个一挂足特别的时刻吼，张老师拢会走来我房中，甲我提示吼，甲我提醒吼。啊，所以师母伊讲吼，伊足频频过来吼，讲常常碰到张老师吼。啊，但是呢，我感觉我含张老师的缘分真薄真浅啦吼。我唔是读历史系的吼，我嘛无做过学生吼，无做学生吼，啊，但我开始做台湾史相关的工作了后呢，我其实嘛无读啥物文章啦，我即下我的声音吼，我讲我其实无啥物历史的专业吼，我嘛无啥物大志吼，我是甲1999年吼，当时。机会就在张老师，啊！但是想不到张老师伊伫过年哦，就接我去国史馆做工课吼。啊，大家知影嘛？张老师足爱做工课，嘛做足侪工课。啊，我袂当讲哦，伊阮伫遐会吵啊足忝嘛吼。啊，但是是真正对伊足无用的吼，真正对伊足无用的。啊，我。有当时啊，私底下甲伊批评讲伊是过动了啦，伊做个做代志的嘛吼。但是因为做无用的，我其实嘛无啥物时间补读伊的文章啦吼。我爱心讲，我其实伫即届编辑的过程吼，当我都吼认真读伊的文章吼，所以今仔日是一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，会当参加报这个这本册吼。啊，但是讲，我讲就是讲，因为张老师吼，伊给我的生命增加足侪意义吼，啊，给我足侪机会加舞台嘿。啊，其实就是伊用伊的行动，甲用伊的生命来给我教育吼。啊，今仔日拄啊到月底，每年吼，这个时阵吼。张老师拢会招我去啉一两杯啊！吼，啊，这个机会已经无啊。但是今日咱这套册吼，甲捧上去找吼，我是要打算开一罐红酒啦吼，倒两杯啊酒。啊，这册抽一两本出来读吼，可能是第二册嘛，可能是第九册啊，怀念一下啦吼。大家知影讲，张老师伊毋算一个名嘴嘛吼，伊嘛是。快笔吼，但是伫伊身躯，每个人拢知伊写文章足用心的吼，足认真写。伊无用啥物华丽的辞藻吼，即个吼啊，伊是用伊足开阔的眼光来写吼，用伊足幼小的心情、感情来写，足认真的感情来写吼。你嘛知伊袂爱讲一寡理论啊，伊嘛袂学袂套概念吼。啊，但伊若讲到一挂
物件吼，比如讲着台湾人的历史啦，台湾人的命运吼，讲着二二八，讲着台湾主体性，讲着独立运动吼，伊着你若感觉讲常常一直会重复吼，有当时也做得失位啦吼。但是我要讲的讲，这就是伊的用心啦，伊生命的价值吼。啊，音乐就讲，大家酒停一下，饮两杯啊，谢念一下，我不搁加遮。我想，杨世宏虽然伊含连线教授，其实讲起来是无像阮一辈甲伊有遐尼长的交往啦吼。啊，但是确实连线教授有影，就是伊足特别的所在，就是咱甲足侪款无同的人啦吼。无同学问的人啦吼，无同年纪的人吼，让我大概一个苦苦做我来啦吼。啊，所以其实我这本册吼，除了文字以外吼，各位恁有了看到吼，其实我有闹一个这个 USB 的光碟啦，所以迄内底有文章以外，嘛有一挂这个音频吼，伊导入来迄影音的档案啦吼。所以透过即卖有影较新的科技吼。咱已经无正经伫咱身躯边的人，其实有哪有影会当像细王同款啊吼？咱看伊的文字嘛是感觉伊就伫咱的身躯边啊吼。咱若甲开 USB 甲开来看的时阵，其实嘛是音频吼，敢若伫遐伫甲咱讲话同款。啊，我是无讲遐敖做面盲啊，但是我吼有时啊咱会做恶梦，就是讲定定有时啊工课做袂了啊。啊，唯一甲音频捌有一摆例外，我的梦就是讲。敢若毋知我咧创啥物工课，啊，我著已经咧做袂了，伊著甲我关心啦吼，害我正有影从噩梦中惊醒。这是有影我有一个感性的经验啦吼。啊，咱搁再来吼，咱著邀请一挂吼，即个无共世代，有啥无共领域的一挂咱的朋友吼，啊，透过伊甲严贤的一挂关系，啊来互咱。啊，照着这个专辑的完成吼，啊，搁再进一步可能会当来了解严贤，甲一挂人的往来。这个往来的过程，其实嘛，伫谱出台湾的历史的一挂面相吼。啊，真荣幸咱啊，搁坐头前吼，咱迄个游院长拄啊已经来到遮，咱就请游院长来先甲讲话。啊，因为进前也咪台湾遮济人去做管事，迄阵啊做真济宜兰的工作，对这个文化立线嘛真有功劳啦，吼。